花钱的方式，想办法。你在网吧吗？啊，行，我给你开门啊，你等一下。好。Hello。上几个？那我就坐这儿。坐着吧，坐着。哎，我要堵车呀。堵车呀。嗯。家住的远，现在。是吗？你多大了？19岁啊。19。啊。多大呀？你这干这行干多长时间了？做陪玩？大半年了吧。大半年，挣钱吗？也就那样。也就那样了。反正自己也够花了，应该。还行，反正也能够花的每个月。那个号我都弄好了，这也是我的号，这也是我的号。然后那个你就直接邀请好友，咱俩就能直接开始，行吗？可以啊，你的钻石号。行吧。行啊，你邀请我一下啊。行，邀了。嗯，开始吧。嗯。寻找碧鱼。你进来了吗？没有。那行吧。行，你们邀请我呀。邀请了两个。啊，好了，这个。你自己啥方面？我自己啊，白金特别。白金的，嗯、那也行，是吧？特别喜欢买皮肤，是真的。喜欢买皮肤。嗯，玩了好几个英雄，情侣不说，情侣和那个猴子，拿手就是猴子。游戏没意思，不想玩了。怎么了？不是挺好的吗？有啥好玩的？游戏里小人跑来跑去，杀来杀去，我都玩腻了。那你想玩什么？我想玩啥呀？嗯，就之前那个从网上那个帖子，不是说那个没有什么就是其他的主播，那是啥主播呀？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什么？我这不是我想要的，是你自己写的，说你那上面有那个。私密服那是干啥的？那你还不知道呀？你说的这么含糊不清，就是那个男女可以来狂欢，是那个，嗯，是那个。我操！但是我有小要求啊，我想把这号送给我，这个号我看值不少钱，单位也挺高的。就这个号啊？嗯，这号我是花好几万买的，这俩都花好几万了。那一个号就行吗？嗯，就没有其他的。不过我本身我也不差钱儿，你看那个，回头我再给你买一个吧，行吗？我再给你买一个号。可以啊。啊，你自己挑挑你喜欢的，行吗？行。行啊。嗯。找上宾馆吧。哎，等一下，要就在这儿吧。在这儿啊。嗯。不是，在网吧里。这也忒不好吧？你不怕听见吗？没事儿，小点声就好了。这也忒刺激啊，这个。正好办完事儿，你买一个账号给我，我们俩还可以打一局呢。这样也行啊。行，在这也行，在这也行，行吧。可以啊，身材。那你说的呢？我身材好吗？还行。哎，挺不错的。哎，不过那个，我还有另外一个事要跟你说。怎么了？那个，你进屋的时候没看见吗？我这有蛋糕。那个，今天是我过生日。哎呀，今天是你生日啊！嗯，今天我生日快乐呀！嘿，
谢谢啊。我生日那个，咱俩一块儿那个吃点蛋糕啥的。哇。你看行不行？不行啊。嗯。蛋糕不小了吧？哇。那祝你生日快乐吧。客气。那咱切蛋糕吧，行吗？可以，好。嗯。奶油都跑了，你平时吃这个吗？平时啊，吃的很少啊。不吃吗？加盐，盐闹好。这有啥闹的？哎，等会儿我再把烟扔了。看这蛋糕不知道好不好吃，还行。这多得劲啊，这个你看啊，滑滑的啊，过去摸啊，往脸上摸点啊，你别躲呀，哎，面儿蛋糕你怕啥呢？你看多美呀 啊，这都当润滑用的，等会再弄点热奶油，哎，这多得劲儿，这使劲儿，来。来，好玩吧？啊，你别躲，好玩吧？啊，哎，你少磨点呀！这有啥？多磨点呗，这当润滑用。哎呀，那我要磨你。你磨我，我不让你磨我。不行，你磨我，我也得磨你。你磨不行，你磨我，我不给你买号了啊！听见吗？啊，你磨我不给你买号了啊！哎呀，刺激不？啊，来，手给我，手给我。行吧，脸也不够滑，别躲了，玩嘛，来，啊，行，你看这样行吗？哎呀，再挪点啊，你看我这也粘上了啊，再挪点，啊，正经的，再挪点，行。哎呀，真是，哎，你包里有纸不？我擦擦手。好像没有了，你找找有不？有拿着我看看，我擦擦手。嗯，对，哎，这不有吗？我都没往你手上抹，多够劲儿啊！那啥，那个，我上个厕所啊，有点上个厕所。行，好。你这个衣服好像也有蛋糕，我给你擦擦，行吗？行，好吧，嗯，我等你啊。嗯。线下培优行业，本来人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新兴行业，就他妈因为你，一颗老鼠屎坏了这一锅汤，让很多人对这个事儿有不平。你想想看你啊，那你我不会给你拿回去，好吧？啊，你自己好好反思吧，好吧？你自己在那屋里头啊，我告诉你，晚上我叫人把衣服给你送过去。现在这是下午3点多，晚上我叫人把衣服给你送过去啊。你自己好好反思反思，你到底干了？你说你一姑娘家，你为了点游戏里的装备号啥的，你都能出卖肉体，你父母要知道得多开心呢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也就是一个姑娘家，晚上我叫人把衣服给你送过去，你自己在里头好好反思吧，我不多说什么啊。
挂了，然后那个晚上叫那个谁来把那个衣服给送了，我估计他会给他送了，但是还是给送了啊，走，大哥。